抛开烦恼。上次呢，我在很短的时间，我就把这个所谓的95的零趴操啊，就带了一下。这是我今天要把它把很重要的原因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们的血液有可以走5000公里啊。那为什么可以走5000公里？是因为有心脏当作动力，对。然后呢，淋巴却没有任何的动力。然后我们全身都会有一些废物需要排除，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走路，对。然后透过走路可以排除，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95淋巴操。那这个因为淋巴操呢，可以动到我们全身淋巴，只要动到这三大队哦，腋下，然后锁膝，然后呢全身淋巴就会动到。所以我未来跟大家分享，我们第一次是抛开烦恼，因为现在大家有很多的压力烦恼，抛开烦恼。再来，拥抱自然，然后结合吐纳，然后净化身体，然后修复细胞。因为我身体是螺旋状 ，DNA 是螺旋状，修复细胞，然后感恩的心，透过这样子不断的运动到你的腋下淋巴，最后舞动生命，就像我讲。台北需要画龙点睛，点的就是两个眼睛，一个是健康，一个是希望。健康的部分，我们就是用我们456个里的精准运动中心。那希望是什么？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，然后来把所有这些东西学习非常的重要。透过学习，把这些事情学在身上，因为还有。十几天选举就结束了，结束完了之后呢，我们需要面对我们自己的老中青三代，对，然后我们帮助他们更健康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，也是一定要做的事情。再来，我也鼓励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希望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无论什么状况抗议不管，反正我们做我们的天命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做得很乐此不疲，很开心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你的心得，然后跟大家贡献你所学所能，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。台北，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的时间，台北有我的梦想，而且这一次的参选，我认为是我这辈子最棒的选择。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更健康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感恩感恩感恩。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背后，我们一起来祈福台北，然后捍卫健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